今天呢，是我们生物医学伦理进修我们规划小组读书会第一次的一个尝试。那在这里呢，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缘起啊，那就是我们觉得说，所谓的这个生物伦理的教学呢，其实不是说只有在课堂上课，那我们还希望呢，我们的学生。